大家好，我是手，今天我们要来开箱法老秘枪的转盘，然后这个转盘包括两把枪，一把是 Outlaw， 一把是 FFAR， 然后这两把枪都是由金色然后跟黑色组成的，就是有一种神秘然后异国风情的感觉，就像古埃及那样。然后再看完检视动画，我们直接看一下击杀特效，击杀特效大概都是变成一般闪杀的感觉，然后 FFAR 比较特别，它是会先有一个法老的图案，然后我觉得手感其实都还算不错。然后再我们直接看实战，我觉得这个凹落的手感是相当好，因为像普通的造型它会有一种开镜的延迟感，这个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。这边一样打实战，开心也是相当的顺手，这边空枪再补枪就好，这边继续听脚步声收掉它。再我们看 FFAR， 这把手感也是相当的不错，而且我觉得特效也不错。这边收掉，我们直接进入下一局。这边收掉一只，我们去卡掩体，他果不其然他上来，我们直接把他收掉。现在剩两只，然后拆弹时间剩好少，现在收掉一只剩一只，他在我们后面，但他一直在绕，好烦。然后这边直接把他收掉，这两把真的蛮猛，大家可以去抽抽看，拜拜。